哟，继续系波子打波子嘅，今日我系游戏王 ARCV 嘅新角色神波子。哇哇！これは失礼しました。では改めてお願いいたします。最近咧，我见到 YouTube 嘅 Andy One 咧就出咗呢个新嘅游戏王 ARCV。头嗰两集咧就免费，唔使做会员都可以睇嘅。之后嗰百五集咧就大概要做会员先可以睇得嘅。我都同佢一样，一有决斗嘅时候要为大家带嚟欢乐。咁我发现咧最近游戏王手机版 Dual Links 咧就出 ARCV 系列嘅新角色同埋更新。咁当我再玩翻嘅时候咧，发现我旧嗰个 account 啊，已经系几年前嗰个 account 咧，已经系开唔翻啦，或者系唔记得咗密码，所以我就重新开一个新嘅 account。唔紧要，用新嘅账号啊，攞晒嗰啲嘅送嘅钻石啊，或者 UR 卡咧，已经有成5000-6000点。同时咧，只要完成任务咧，就可以 unlock 到神游此呢个角色 Pendulum Summon， 就呢个钟摆召唤啊！呜、哦，出现啦！系、哎、啊，主角神游齿，当佢一条钟摆召唤嘅时候，一定要出过两张卡。哇！即刻见到神游齿啊，呢个系佢嘅梦想，作为目标嘅决斗。无论何时开路又有趣嘅娱乐，都系佢嘅座右铭，绝对唔会忘记呢一点。哇！然后佢张意识眼钟摆龙，呜、哦，充满中二病嘅感觉系咪？同我一样，中二病上身，意识瞳。就是这个意识眼钟摆龙，诶，佢个王牌怪兽意识眼钟摆龙可以透过使用技能咧，将佢加入卡组噶噃。同埋而家咧，只要登入咧，已经送你1000嘅宝石，同埋呢两张星毒魔术师同埋呢个时毒魔术师，即系呢个神游齿咧，钟摆召唤一定会用嘅两张卡。咁啊，总共咧180包，如果抽晒嘅话咧，我就有晒以下全部卡啦。咁当我最想要啊，意识眼钟摆龙。佢每一次都系神游齿 KO 对手啊，用嘅王牌伤害对手嘅时候可以扣 double 啊，啲钻石未用过噶，仲未放我金，咁我谂住一次过咧抽晒最新系列嘅呢个神游齿嘅 deck， 然后再同 Camman 决斗，因为 Camman 咧系一个非常之资深嘅游戏王玩家，佢喺 WhatsApp 度同我讲话轻松约打我，我唔信，我用新嘅神游齿嘅 deck 同佢决斗，睇下究竟系边个约打边个。咦，跟住佢十包送一张 SR 喎、哦，喂，呢个其实呢个先系最抵喎，购买限制仅余一次嘅呢个购买次数，哇，仲要好运咁多嘅，头先30抽冇见咁多金色噶、哦，咁咪开心好定唔开心好啊？仲要病啲、哦，又要 R 啦，咁即系，哦，中牌龙又嚟啦，又嚟啦，中牌中牌中牌中，中。欢乐与决斗一生嘅，系佢已经讲紧啦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 开，我要相信我老豆嗰边继承嘅欢乐决斗，令大家充满欢乐。系，大家快啲订阅我，我开翻啲台词先。你台词已经讲晒啦，最紧要一句啊 ，do it！ 哇，咁型啊你啊，有牛牛咁样啊，又有卡套，哇，咁快爆我张嘢喂！好似唔拎出嚟啊！哇，咩嚟噶？咩嚟噶？真六武中捉刀，诶、欸，揿错掣啊！做咩啊你？做咩啊？我揿错掣啊！做咩啊？做咩自己破坏自己啊？揿错掣啊！做咩炸自己啊？唔系，先呢盘先。哇！唉，热身啫系咪？系啊，热身热身。果然是老手啊！啊，2017年的卡套，揿错第一个都太快了，好犀利！哇，真系劲套咧，唔紧要，快多只先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sorry， 你咪要死啊要？未有咁快，未、這個、有咁快，哇！你已经扣3-6啦，未有咁快。诶，够啦，让下你先啦，让下你，让下你。你嘅嗌咯，哇！
你喺度胡闹喎，小白痴喎、啊，我要相信你会 cut 到你啦。睇嚟你嘅角色比我更加有欢乐，你可以帮我炸咗自己只嘢，跟住咧俾人打到得翻四把血啊！再胡闹小白痴，哇！真系呢个先系欢乐嘅套路系咪？因为要反败为胜啊要。扑击阶段啊！擘大只眼打爆你先。擘大只眼啊！斩大一爆，系咪极高防嗰啲 friend 嚟噶？唔系喎，咁低防嘅。我仲以为你会俾啲好高防嘅角色俾我啊硬冚撞到自己。咦？你又翻到？哎、真正嘅实力而家先开始。我个新手嘅问题啊，如果我1800攻咧打1800防咧，系一齐爆啊，定系冇分别噶？冇分别噶，即系冇影响嘅。冇影响噶。啊，谂下。唔信你打一次先。我已经唔记得咗啦。发动效果。招爆你喎，唔好意思。诶、欸，咁嘅咩？你唔懂啊！我问呢一招系特登话俾你知，其实我一招系有特别嘅技能。紧要佢就要瞓喺伤害步骤开始就可以破坏你嗰只怪兽。冇问题，冇问题，仲好添，仲好添，我仲开心。系咪呀？咁淡定，真系有钱整。哇！喺又高攻咗啊，王源啊，风波啊 ，Enter 啊 ，Enter 啦。好咯、啊，你冇下一个回合噶咯，唔系咁老啊嘛？哎呀，哇，风魔，咦，两张唔见咗，点啊？升级召唤啊？呢啲咪叫铜条啊？铜条召唤啊？哇，咁高高嘅2500，好惊啊！哦，痛啊！哎，唔理啦。摆咗黑道先，摆咗黑道先，啊，摆咗黑道先，食咗黑道先，啊，摆黑道先，摆啊，俾你摆，俾机会你摆。哇，你又点咩啊？你又，哇，冇咗啦，我黑道冇咗啊，我黑道咧，咦？哦，诶，今次似咗暗游戏喎，诶，系啊系啊，主角打主角系咪今次要？你之前只一角色啫嘛，同之前啲一样嘅，依家影到普通风魔出嚟啦，我只风魔，我睇下你嘅本事啦，游戏、啊、玩完啦，我又玩完，呀出嚟啦 ，OK， 影武松王渊再出矛嘅六武松师范，你见到武松啊你？啊！得个三个位，你想召唤几多只武松啊？六武松得个三只，我副牌嘅灵魂，哇！大将军子，哇！哦，哎啊！发动我埋伏嘅陷阱卡，一个切断，切咗条钉钉，玩完啦你！切我钉钉，唔系啦！喂，等等先。嗯，系啱啱只月新嚟嘅啫啊！咁样决斗系唔可以令到大家充满欢笑嘅。好，经过 Kevin 研究咗一阵之后，叫我试下呢个25张牌。呢啲先系 gentleman， 我哋试卡啦喂！哇，一嚟就已经有两张啦，但系两张都系八黑度喎。定系发动呢个啊？我话一张卡咪可以攞二色眼入手牌咯。发动咗个剑鱼效果先，减个攻先，跟住再破坏剑鱼啊，系咯。跟住就召系、啊，中巴龙可以做四啊嘛，系嘛？跟住就可以召魔术师啦。咁应该摆龙月啦，摆龙月啊？哦，你点解唔摆时乜魔术师啊？点解啊？有咩分别啊？系喎，唔紧要，唔紧要。直接中摆召唤啦，中摆召唤先啦，出咗去先啦，摆错嗰张黑道都可以有唔同啊，都差好远啊，召唤少咗一张，特殊召唤，嘿，打爆佢 ，yes， 嘿，扣五百，开始有时你中摆咗先，中摆咗先，你中摆咗阿摩托斯先，啊。你就可以，我可以特殊召唤三只、哦。哇好，哦，原来嗰度都可以啊。
咁就阿卡都可以笑喎、啊。哇，好癫喎、啊！突然之间觉得好癫。哦，跟住照下照下，照三只出嚟。即系要你打横入嚟，打洞出翻去。啊，唔系打洞入嚟，打横出翻去。打横，打横。哦 ，OK。睇紧啊嘛，打攻嘅高啲定系防御高啲啊？玩完啦，跟住就唔系争啲，未仲有机会。咦？哎呀，头先佢老细可能打赢咗。超！头先老细你都赢咗啦。超！嗰啲牛车添。哇！有雷电漩涡，哇！啲卡咧喂，喂啲卡咧喂，挂晒啊！你卡唔紧要，诶、欸，有一照喎、啊，系、哎、啊，又系可以照啊，爽啦、啊！嗱，呢、這个时候点啊？照我先，跟住全部统食打落去咁赢噶啦，系咪啊？应该系啦，啊，你冇谂又教错，打唔反啊！你睇下只蜘蛛咩效果先？你知咩效果先啊？一定打动啦，睇先、啊，打动埋佢啦。最后一次，哎呀，第一咁切啊！紧要啊，紧要啊，照出埋龙月啦，系啦，打到啊嘛，诶，打过，睇佢，睇佢，睇佢，点解突然间又发动一张？呢个即系咩切除啊？冇噶啦嘛，冇噶啦嘛，呢个咩关系切除嗰啲咩啊？你嗰张啊？冇关系噶啦，呢个又输咗啦，咁咪赢咯，系咪？系咯，啊，嗯。即系太耐冇玩个游戏王咧，新手回流咁样玩翻呢一个中摆召唤系几有趣嘅。虽然未必系最强啊，未必可以打赢 Kame 呢啲玩咗劲耐嘅啊游戏王玩家，但系黄金组合嗰啲咪嗰啲黄金阶级嗰啲 rank 嗰啲都打赢，系打唔赢 Kame 啫啊！我暂时啊最紧咧 unsubscribe 啦，系啊下集有机会再同大家玩啊，欢迎大家加我 game 中好友啊神波子。叫到者 ID 894478179，今次我就已经注册咗嗰个 ID 噶啦，应该唔会唔记得 account 噶啦。啊，叫啲观众挑你机，帮我报仇，你准备俾人加爆好友啦！啊，挑你机。